我是 Iris， 今天呢，我要和我的朋友 Laura 一起去 Whitney Museum， 这也是我第一次去，然后我们可能还会在周边，找个小店吃吃甜品啊什么的，这就是一个大概的行程，然后现在已经换好了妆，准备出发啦。新买了一个小上衣，然后是百褶裙，鞋子还没有想好穿什么。在曼哈顿西村这里，然后我已经下地铁了，现在去那个博物馆。这个有点像是一个电影院，很复古的感觉。也是快帽，所以很多有彩虹的元素。我绝了，我又走反了。地图上就是 Google Map 不是有时候会就是指的是正确的嘛，然后走了几步以后又是走反了，我真的是走了10分钟走反方向了，非常无语。就看到了彩虹，彩虹旗，是个小学，然后已经快到下课时间了，这边很多 school bus 就在这边停在这边。这个建筑好酷呀，感觉像那种轮船一样，很多小小的窗户。到啦，到这里啦！现在在门口检票这里等我的朋友，他已经快到了，很好看，见到朋友啦，好好看的小姐姐。下雨淅淅，风和日丽，出席这场戏。坐在这边休息一下，然后待会去那个酒精冰淇淋的店。我跟朋友今天一人穿黑，一人穿白，我们都没有说好。这
这家店是酒精冰淇淋，然后我们点了两个，它是小的，很小很迷你。上面有一层纸，这里面那个酒精的味道没有那么重，就一点点酒精，然后它里面更多是巧克力的那种甜甜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还有巧克力豆在里面，所以吃起来就是那种脆脆的那种夹心的那种感觉，好吃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坐地铁回去了。